来了，我去我去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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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阿姨你好，你好你好，我们 ，hello hello，、啊、你好黑呀、啊，我好黑啊，哎康你好，紫薇你好，我这个时候应该想一个 BGM， 什么东西啊？瘦了好多呀，嗯嗯，也比那时候白了很多。咱俩那时候你依旧这么黑，我依旧那么黑。你记得我们上次见是啥时候吗？就是宝宝满月的时候啊。他说他八年没见过你，你八年没见我了。我怎么记得我印象当中上次没见你呢？就照个面说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这真怪我，那你肯定是后来的。就竟然收了人家礼，还忘了人家人没来。没事，韩诺，我跟他说的，你忘了谁也不能忘了紫薇啊。他是有了小燕子就忘了紫薇，这太不应该了。我昨天还在追，看到你眼睛复明的那段。我那天跟他看了两集，开弹幕看，真的好好笑，真的好好笑，特别解压，超级解压。比如说，你这段我们快直接快笑死了。你不要再后退了，赶快跑到我这边来，你身子后面就是悬崖、我想起这个后面也是一下子好像悬崖。紫薇，然后大家都在说话说上了是吧，姑娘好臂力。好臂力，因为紫薇臂力可以。我就一直这么挂着吗？在书上。对啊，人家说的没错呀、就是好臂力啊。你的臂力都没他大，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真的打不过你。那时候你跟金锁两个人，金锁又1.7米多，你也高，一人穿个花盆，你这么高，我一拍戏，我演个尔康，那衣服还有点大，就感觉真的需要我保护吗？就是这样。我说实话，我现在回来再看这个戏，我真的觉得就是从头到尾一脸姨母笑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每个人都好可爱。特别好玩，我就记着我那个时候骑马，你们都骑得特别好，我不会，我看着骑马快笑死了，你好像在骑驴。有一场是导演强制性的，所有人必须都得骑。我真的不会骑，他就赶鸭子上架，他不会拿缆绳，他就抓住那个马前面这样了。然后弹幕就说紫薇像在骑一头斗牛，你知道吗？我怕死骑马了。还有一次我骑马也挺危险，那个缰绳也不是没系好啊，还是怎么回事？骑着骑着那缰绳就掉了嘛，我就抓着马那个鬃毛就满草原跑。那你的臂力也不错。弹幕就是你们发的，我跟你说。那聊一聊海陆的情况呢？工作情况、个人情况都可以聊一聊，是不是？阿姨你好吓人的。谈一谈个人情况，你看他们都是当爸爸妈妈的人了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升级啊？你真的够了，妈妈。嗯，是的，阿姨。怎么这么难回答？没有，你知道阿姨，我都已经到了，就是已经过了被家里面人催婚的年龄了。他们都没不想催了，是忘了，绝望了。你记得吗？我们拍《还珠》早期的时候，我们聊过。你以前就觉得就想结婚生孩子、我们以前啊，你自己说的话你全部都不记得了。我就记着你那时候你还没有宝宝的时候，然后你就说是希望，对，我那还写了，当时说让我写是要想要生几个孩子。嗯，我还写了生四个。我也是疯了吧。你为什么写生四个？对，就随便写。从来没听你有这个想法。没有没有没有过这个想法。你看妈妈乐的。阿姨，你特别想让他们再生一个是吗？哎呀，这好不容易过了这趴，别真的吗？你们又老 Q 到这趴，你不想生了？我不想生，为啥呀？你问我为啥？你一胎都没生呢，你还问我？对，都跟他说说。我最喜欢你听你说这个了。就是我会觉得一个宝宝真的以后，你想想看，现在社会压力这么大，他一个人。是啊，你生两个，第二个就不压力不大了吗？我本来可能只要顾自己，我现在还要顾我的兄弟姐妹。上午才跟麦麦聊过这番，因为你没生孩子，你就不知道那个是太疼了吗？不是，我觉得主要是照顾精力照顾过。对，那个担心他到就是你会把你整个人都放进去，也就再生一个。
这个，你想想看，有时候孩子他不一定跟妈妈说知心话的，他到了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年龄，可能才会跟妈妈说知心话，以前不会的。现在哪有朋友不能乱说知心话的？所以你没跟我说过知心话是吗？就几个嘛。对啊，你总会有朋友的嘛。哎呀，说不说不通这个人，你别跟他说了。哇哇哇！他跳舞、啊、哇，你真的要 Q 他跳个舞，这舞真的太好看了。那快跳，跳一个。那我们阿姨，我们先这样蹲下来吧。教学。这样。哦，这样。然后打开回向。怎么像打拳呢？杠。对，然后往后打。对，然后再接下来，对，放体，一下，两下。这不是男人跳的，是吧？也不是老人跳的，你们两个跳。妈妈，你跳还挺婀娜的，我跳这有伤风化。浩哥打个电话。哎，浩哥。哎，怎么了？你们下午有什么安排吗？没什么安排，在屋里待着呢。来我家玩吧，昨天去你们家，今天来我这地儿玩吧。那行，那我就带他们一起过来呗。啊，好吧。啊，给潮也发个消息。潮啊，那个来家玩啊！刚才楼上给你打电话，我看你没接，反正你啥时候听到消息了，你就随时过来。